应聘，应聘，应聘！姐姐，应聘，姐姐，你们死吧，我们死，谁杀了你？啊！姐姐，刚才，刚才可被我吓坏了。现在没有话了，我们就到家了。加上化身会保佑我们。那我道歉了。对，应聘，你看。前几个小伙就是我产生的麒麟骨。
娘，
我正在与你大哥商量件事情，请这位客人先到下房休息一会儿。好，家兄。娘，嫂子，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见好他。哎，姑姑，你怎么跪在地上？哎，你说，你说呀！我家家主不压草地，心都死了。娘，你说话呀！娘，你说话呀！娘。